小丫头，三更半夜的闹什么？啊！哼，要你的命！慢点，口气倒不小。小丫头，有话慢慢的说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跟你有什么过不去？啊！老实告诉你，我老远的打山东到上海来，早就预备了两口棺材。 一口是替我哥哥马永贞收尸，老早扔到黄浦江喂鱼了。那么那一口呢？不是装你，就是装我。<笑>算盘倒不错，不过小丫头，我看你还是到黄浦江抓几条鱼回山东吧。啊！白拉里，我马素贞今天站着进来，就不怕烫着出去。